你就像我这个人中那一部分开始用弹簧海绵垫，哎呀，动起来我这那个嘴唇都破了。后来王叔说这个不行啊，咱们再想办法。完了用那个面部的硫化乳胶变薄，就是做的薄一些，要用胶水啊死死的粘在那个演员的脸上。完了我还要配合那个面具的那个质地啊，它的那个动的那个幅度，在镜子上去练啊，我里头要动得很大，外面那个面具可能会有一些表情。我记得我们这个戏还没拍，王老师啊，先那个要演员翻模子啊，完了雕塑啊，叫阴阳模子嘛，雕塑之后还要把硫化乳胶的面具啊做成就适合我戴的脸，因为是按我的面具翻的嘛。之后还要反复的去试演，哎，所以就不停的在修改啊，细化。完善当中，在化妆造型上，王老师啊和化妆的界的一些同仁共同啊去创造了这样一个荧屏美猴王的时候，所以我们演员的表演上有很大的施展的余地啊。所以我想，这个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总体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认可啊，尤其是人物造型，大家这个确定，这个是王老师功不可没。